包苞米。这路两溜，中间留个过道呗。哦。在这苞米吃完就宽松。行。我们家今天又卸草包了，还是这个，大叔他们家草包，不过今天是白天卸的。然后，这不是江南准备再卸两个摞。就直接给它补满，补到顶儿呗。完事儿不往外边落呗。那边再往外扩两。看我这勤劳致富的老公啊，走走路还能捡着苞米，一边走一边劈。人生处处有惊喜呀、啊！哎，老公，看着他那天晚上瞅着没多大车，这白天咋这么老大一车？还高，满满一大车，又是五吨的草包，今天再卸五吨，然后一起就是十吨了。过一段时间再卸点这个玉米秸秆包，掺在一起喂。过来了，大叔。啥长位子？太长了。那肠子那咬的跟刀烂的似的，你下回给我整点好的啊，给我整点寸草。这我那天一嚼，你那是天麻还是啥呀？天麻吗？天麻行了吗？天麻行了，它有的时候它也缠的。啊，好，下回给你啥？太长了，有的整根儿的，它只不过是就是卷那里去了。你下新草了，你换换刀，完事你再给大侄儿送点好草。这车装都鼓包变形了都。这几包咋都碎乎了，大叔啊？啊，边上的，边上的不行，先放一边。晚上我拌料，我直接都先使它。爷，我给你拿口罩吧。啊，多呛挺啊！要不你进屋去吧，整可深。啊。这还得是专业的人，这是摆这玩意儿哈，咱俩摆这玩意儿。要倒啊！啊！看人摆这玩意儿，人不倒啊！看看这回我们这搬草接力赛，然后这个大叔再传的，再传给王江南。哎，上面水管的那个管儿，那个啥的掉了，铁丝儿掉了，没绑啊。那业余的和专业他就是不一样，两码事儿。大叔，你们今年多大岁数了？56、57的。哎呀，真是岁数也都不小了。还有40包就卸完了，这一大车满满登登的，把我们家库房都堆满了。然后一会儿清一清苞米，留出个过道，我平时推料能走就行了。这次没有卸到外面，因为这个属于是陈草嘛，然后还得监管它，直接都怼到库房里了。过一段时间再来点苞米杆，然后苞米杆包就卸到外面。苞米杆包水分大，然后搁外边风吹一吹还能干一点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老公。哎呀，嘎，你在里边洗了个澡啊？浑身是汗。该把口罩摘了。哎呀，还呛呢。这给我老公整的，太难了。
脑袋划拉划拉了吧？哎，划拉划拉。真热，真热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里边没风。一会儿了，跟大叔说啊，让他那个啥的，少一个人装卸费钱去。一会儿给扣了，这够老公累的。完事儿了，哎妈呀，堆的满满当当，卸门口来了都。最后一包，辛苦了大叔，辛苦了辛苦了，整可身都是哈。来吧，你们爷俩把这账算了算了，完事那啥的。9980减4840，一个皮一个重呗。5吨，5140公斤。5140公斤，那就是5吨多点儿。大叔，你那个啥的，你那边草包啥时候有新草？完事儿你给江南打电话。啊，那个这个玉米秸秆，你当地多少钱呢？我现在我定的是700。700。啊。那么撤了。行，拜拜，大叔。完了，到时候咱这电话。看看我们这边，这个是山东过来的草，然后他们本地的草没有了，大叔给我掺了点山东的草。山东的草，这个网每天在外边晒都晒坏了，粒粒整整的给我码着了。现在满地的都是草啊，你看王一楠，我说给这家堵上点是不是对了，给他兜上吧，咱俩一兜完事儿直接就回来了。哎呀，那肯定的，我就说要不不垫那个都扔了白瞎了。跟朋友说一下一共多少钱呢？啊，那你赶紧把主要事交代了。我还有4%的。刚才你给大叔结了多少钱？完了，这次卸的一共是5140公斤，就是5吨多一点儿。啊。完了950一吨，就是连车费连搬运。嗯。完了，一共是4883块钱。嗯。行，钱也花了，活也干完了。这两次草将近10000块钱，能吃俩月。嗯，能吃俩月，俩月，每天吃的都是钱呢。归置归置吧啊，完事直接那个啥的做核酸发货去。钱也花了，我们又备了5吨的稻草，加一起一共10吨，然后大概能吃上俩月吧，朋友们。听从朋友们的建议，告诉我们多备草，多备料。料的话，这两天也到，3吨的浓缩料，1吨的精补料，1吨的那个益生菌料。说错了，然后多备草多备料，把它们都准备到家里边。然后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更新到这儿吧，我一会儿去做核酸发货，拜拜。